积石山过去三年内，12月下旬平均气温零下7.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17.9摄氏度。低温是对这场紧急救援的极大考验。身发的时候各部分，我们救援队用的液压装备还有电动装备，在低温下都会效率会大大的降低。另外，搜救犬本身。 在低温的情况下，也会影响它的功能和效率。从救援队员本身来说，低温的情况下，他要更多的衣服，是吧？导致他进入这个小的狭小空间的废墟也是很困难的，也影响了他的工作的效率。此外，就是低温状态下对幸存者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幸存者的那个可存活的时间会大大的缩短。通常我们说黄金72小时，所以叫争分夺秒。 现在看能上来吧？好，那就行。黄金72小时是指人体在断水断粮情况下存活率会在72小时内急速递减。从医学角度，国际上通常将72小时作为灾害中被埋压人员生命的临界点。慢一点，慢一点。 黄金72小时，救援需要在气温25摄氏度、湿度和海拔均在正常范围内进行。前面是个伤吗？哎，爷爷，来没事儿。你抱着腿，我抱着头。来，接住我呀。来，这次甘肃临夏地震，震源深度浅，破坏力度大。 加之当地海拔较高，冬季昼夜温差大，特别是夜间温度较低，所以此次地震的黄金救援时间要少于我们常说的72小时，特别是被困人员在寒冷的条件下，有可能失温。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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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哎，我上哈车扶持去啊！我大哥，这是这是干嘛的？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往中间啊！咱们，大家往中间走，别往靠墙。Ha ha ha!
现在是凌晨的4:44，我现在跟随着武警甘肃总队的官兵们向这个杨洼村进发。由于大家可以看到，通往这个村子的路，现在这个坡上全是这个冰雪，所以说我们的车辆无法前行，我们现在只能步行向这个杨洼村挺进。由于地震引发的这个山石已经发生了这个滚落，现在这个树木已经倒塌。我们武警甘肃总队先遣队的官兵，在3点到4点的这个区间，他们一共解救了6名被困群众。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到杨洼村了。目前呢，出行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地面道路呢都不畅通，道路呢坍塌有裂缝，部分呢房屋呢坍塌，存在一定危险，存在呢倒塌的风险，对呢搜救呢带来一定很大的困难。这里是鸡石山县大河家镇的广场上，那目前呢，我身后呢，首批到达的帐篷呢正在卸车中。那未来呢，在这里呢将设置一个临时安置点，对于一些房屋受损、暂时无处可去的居民呢进行临时的安置。首批的100顶帐篷里头呢，很多都是这样子的，这种加厚的、加棉的这样的帐篷。那除了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广场进行临时安置以外呢，各村呢也会派人来这儿领帐篷，在各地呢进行分散安置。那更多的这个救援物资呢也在从县城以及包括宁夏州省上源源不断的运到这里。棉被、帐篷、食品、饮用水等物资是此时灾区群众最需要的，武警部队出动了数十台车辆，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不仅如此，武警甘肃总队迅速抢修道路，也为后续的推土机、挖掘机、铲车、吊车等大型设备进入灾区铺平道路。现在是晚上的11:30左右，我们是刚到刘集乡的高里村。因为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看见这儿冒着很多烟，我们以为是当地在生火做饭，然后我们走下来看的是原来是每个帐篷里面生的炉子。这家还亮着灯。哎，你好大哥。发了些什么物资啊？这个军大衣。军大衣，这个被子、褥子，还有那个枕套，就有他们那个那些当兵的，他们给帮忙弄的，还挺厚。但是那是外面一层防风的，然后里面是一层棉哈。对对对，起到这个保暖的效果。昨天晚上都是一开始都是很害怕、很紧张嘛，把小孩就一把从那个床上拉出来，就一直到待在那个院子里。什么时候开始住进来的，烧上炉子的？就是今天下午啊，下午他上灯，在因为那么害怕。给我们做的是烩菜，烩菜呀、馍馍呀，晚上是拉面。所有的那些血都沉没了，让救护车上去，让受伤的人转下来，就感觉就是国家给的那种爱吧，特别感动。到这了就感觉安心了，拧成一股绳一起干嘛，还会越来越好的。慢点，
让开着，让开着。是喊的，你给我们注意点。然后补充一个药的，然后咱们的医生赶紧等等。这个防风机的。来，上个人扶下来，把那个担架给撤了，把担架给撤了，把人担架撤了。张嘴嘛，不，我看他舌头是不是干。甩头。老人家说话可能不清楚。好的吧，老人家，好的吧。好着呢，他说。好。我们这阵子忙完过去看你，好吧？好。不看我一眼。不，再看我馒头。此时呢，在我身后的这一台野战炊事车当中呢，战士们还在为受灾群众准备今天中午的午饭。那么这是一辆自行式野战炊事车，它有很好的机动能力，可以说是一辆移动式的现代厨房。那么透过这里呢，我能够看到里边已经是炊烟滚滚了，走到这里也能够闻到已经是香气扑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过去看一看。就是在这个野战炊事车的内部了，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两名班长呢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正在用两口锅在同时做菜，这边的这口锅呢是主要用于炖煮的锅，里面呢正在炖煮的呢是烩菜。那么我提前替大家了解到，这个炖菜当中呢是有很多的牛肉和羊肉片的，这也是比较符合当地的一种饮食特色。受灾群众领取的姜汤就是从这里炖煮出来的。在这个炊事车的尾部呢，这个壁橱式的装置呢主要用于蒸煮。那么主食米饭呢是从这里蒸煮出来的，今天中午的主食呢是水饺。我们就不继续打扰班长们的工作了。其实在现场感受这个后勤保障工作的是如何开展的，我最大的感受呢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第一个字呢就是快，他们从早上6点开始准备食材，到晚上11点后还在供应餐饮。同时呢，为了提高效率，他们能够做到1小时内做出满足300人需求的食材，可以说是相当的迅速。第二个字呢就是暖。那么在这样寒冷的现场呢，其实看到这样冒着热气的这样的一杯姜汤，加上看到这个炊事车当中冒出的这个做好的饭菜的烟气，心里呢就会不由得生出一股暖意。救灾行动中，由于场地限制，能够进行垂直起降的大中型军用运输直升机成为救护伤员运送重要物资最主要的空运平台。此次西部战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出动的米-17直升机具有较强的高原和山区飞行能力，曾多次出现在抗震救灾现场。他们灵活机动，快速反应，便捷自如，在转运伤员、转移群众、向灾区投送水、食品、药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接到上级命令后迅速起飞，主要去执行灾情勘察任务。我们根据上级指挥部的部署，接续完成伤员后送及物资投送等相关任务。
争分夺秒的救援行动中，直升机为何能成为救援队伍里的急先锋呢？一般来说，震区救援地域情况比较复杂，直升机作为航空应急救援核心装备，能更快速到达水陆路不可通达的作业现场。在处置各种突发事件过程中，直升机能够垂直起降、空中悬停，甚至倒飞，同时不受机场跑道的限制，具有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较少等优势，被誉为应急救援领域的空中120。值得一提的是，直升机虽然不需要专用机场和跑道，但对降落场地也不是没有要求。如果地质松软、地面承重条件不够的话，直升机着陆时很容易陷入泥里，造成直升机翻倒。这就要求飞行员不仅要谨慎选择合适的着陆场，还要及时了解灾区的天气、地形带来的潜在危险。此次地震位于高原高寒地区，震中5公里内，平均海拔2700多米，给救灾和物资转运带来不小的困难。而强大的后勤保障力量在灾难现场是温暖，更是有力保障。我现在呢，就是在陈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前面这片空地上，这也是目前陈家村最大的一个居民安置点。根据天气预报，晚上最低温度当地可能会达到-14摄氏度，这样的寒夜我们该怎么度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再次搭起了多顶的帐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由解放军陆军带来的野战帐篷。一方面呢，它的这种防护防寒能力更强，另外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装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告诉我，这种烧柴油的取暖炉一共是有几十台，今天晚上他们进行调试之后，就会在帐篷里放入取暖炉，来保证我们的群众在寒夜的时候能够稍微舒适一些。这只是我们一个点位，另外还有两个点位，无论晚上多晚，我们保证把20顶帐篷搭设完毕，确保老百姓能够住进帐篷，晚上不受冻。你别一拉门把空杆拉走了。我看一下你这手都肿成这样了，你咋不戴个手套呢？没事，因为那个手套戴了不太方便。哦，看你这手都肿了。这次地震之后呢，非常重要的是对灾民的安置，因为是比较寒冷的这个白天和黑夜啊，温度都比较低，到了-10几度，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在这个安置灾民的过程里边啊，要特别的有效。因为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山区，主要呢是在农村的和乡镇，它呢分布呢比较分散，我们就要以比较快的速度啊，能够把整个这个灾区啊覆盖下来，这样的话呢就能知道哪些地区的灾民到底有多少。我们在安置过程里边呢，需要一些帐篷啊，包括一些取暖设备啊，这些可能要比较快速的跟上，啊，尤其是取暖帐篷，还有其他的一些棉袄啊、棉衣啊，或者是过夜的这些棉被。为什么在外头？帐篷是由老百姓搭的。所以你们都在外面自己生火取暖。对。2023年，国产大飞机运20先后执行援助阿富汗抗震救灾和尼泊尔抗震救灾任务。此次紧急出动，鲲鹏巨大的羽翼携带人员、车辆、物资，共计14吨，驰援灾区。就是命令，地震发生后，我部迅速做出应急响应，
研究震源附近可降机场和航路天气情况，编排任务机组序列，做好随时出动准备。接令后，积极对接具体装载需求，快速完成构型转换，以最快速度将西部战区应急指挥组及部分装备物资安全送达兰州中川机场。目前，我部已做好后续再次出动准备，确保一声令下，使命必达。相对于民航飞机，军用运输机对于应急救灾更具优势。军用运输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机场的适应性较强，往往要求具备短距起降能力。另一方面，军用运输机的货舱尺寸往往更大，这就让军用运输机可以以最快速度运送很多特殊外形和尺寸的重型救援设备，有效助力一线抢险救援。地震发生后，空军方面还派遣了直升机对地震灾区进行灾情勘察，有力保障救灾行动的顺利开展。从2008年汶川地震，空降兵十五勇士惊天一跃，再到2010年玉树地震，星夜驰援。无论是物资运输、人员转运，还是直接参与抢险救援，在历次抗震救灾行动中，各类航空装备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生命之翼翱翔在灾区上空，为救援行动带来坚实的力量，也为受灾群众带来坚持的希望。H 集成光电吊舱、合成孔径雷达等侦察载荷，加上机载卫星站、公网移动通信基站、宽带自组网设备、PDT 集群基站等通信载荷，能够快速抵达通信大面积中断的灾区，执行灾情侦察、应急通信等任务。2021年七月，翼龙二 H 在河南抗洪救灾中首次执行应。要力量。姑娘，姑娘。截止昨天下午3时，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我们的工作重点将转为伤员救治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次搜救工作结束比较迅速，首先第一个方面是没有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倒塌，那么从这个救援力量来看，属地专业救援力量的能力提升较快，灾区生线工程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组织下恢复较快，真正做到了救援行动的实施，组织有序，保障有力。多大年纪了？9岁，上小学啊。
能能能，就是抱一下，马上来，走走走，快过来。嗯，快来。这条交叉了没有？他这个人家，这个人家。